说的说你那些字你都没调戏我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你不会生活在这里我们会生活在这里我们要这里的太阳 OK 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太阳 OK给你发了盒饭了回去吧好吗我们是同胞不要为难去吧兄弟去吧你跟我是一样的还不如抱了这股邪风算是刹不住了我朋友家孩子就是要补课嘛然后他就给老师打电话说老师看看能不能给我家孩子补一下课老师说我们现在不补课了就教育机构也不让补课我现在呀就是生活困难我都做家政了然后呢我朋友说啊做家政了然后老师说啊我都是做家政了我现在做清洁工就是我给人做完清洁谁家孩子要不会提啥的我就免费辅导辅导我朋友一听这拿话点他呢我朋友就说了说老师我家这桌子挺脏的你来帮忙擦擦吧然后就是桌子可脏了我估计啊那得擦两个小时那得多少钱呢然后老师说做清洁两个小时一般是600说啊说那你来吧要是那个桌子要是脏两个小时擦不干净的话我就再加一个小时来看看吧然后老师说行气人不你说气人不中拐县今年62岁家住乡城县十里铺镇小庄若村身份证号410426196000006 今天早上我取经佛经擅自驾驶我的三轮拉一车黄果到王二镇逼债贩卖违反了疫情的防控规定造成了疫情的饥饿给防疫工作带来的恶劣影响现经过王老镇政府工作人员和工作派出所民警的批评教育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已经深刻反思绝不让自己犯罪自己的错误保证人彭怀建2022年5月21日